你看天天闹铃，嗯。奶奶说阿宝像狗仔。两个合的。两个合的了。两个合，一个白，两个黄。两个合合的。是没是斑斑的，没是合的。没斑，中合空。哦。不成对样。还有白的了，来。一个白，合成都一直都断合。好搞笑的，来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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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晓得，我没给他拔，他会自己剥皮的，来吃吧。你去哪里吃？我看你小狗不，据说五个不，留他自己吃先。等他开，嗯，公别露露嘛。哦，我看不到你的日历。丑丑的，这里面。哦，抱小狗来。你看他叫我们甜蜜了，他同样的累呢。哈哈。啊，像丑的，我改没有。哇塞，真的好黑呀、啊！亮那么黑呀、啊？啊。咦，怎么有黑的哦？那块都摇黑的嘞。哎，真的是有两个五斑，这种是斑色的，那一只狗没吃喝的不？啊，没吃喝的，是斑的，吃花的嘛？耶，就是那天，那是我们给你拿过来，请你干那个狗母吗？那个对吗？啊啊啊！像那个一模一样哦。哇，好可爱啊！那你要的有几多个公，几多个母没？有，要的啊。几多？三个母，两个公。哎。你要的那个是公，那个是母。那天有一天我拿好夹来夹来看。哈哈，白白的那个是什么的？白的那个有一个是，哦，那个白的我把是母的哦。啊。哎呦，找妈妈了是不是？亲够妈妈了，找妈妈了，叫了。原来有一个是被压在下面了，这个很黑的，被那几个压在下面了。那天就在那个床铺，你看这个，他床铺里面一站，你动物有天在那块口房。你看这个像阿爸吗？哪个像？睡着那个六个脸那个，这么小就知道像谁，真够好笑了，什么都有，哈哈，我想说了，我还说是单纯小虎斑是什么嘞，还有一个白的。这个白的鼻子也是红的。嗯哼，方圆几百里还有多少个白狗？不就是一个白狗吗？我是想说了，你看，好像它那个白的特别活跃，那两个黄的特别贪睡，肯定是很贪吃的。到时候，哎，睡觉了，好快，就是刚还在玩，现在马上睡着了。